不是兄弟，你这怎么拍的车呀？这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着急忙慌的，也没注意。你看你给我杠都撞掉了。咱们私聊啊，这事儿哥行吗？要不您开个价吧，要不好吧？大哥，这都已经拍过了，我就负全责还不行吗？你不用管我，我就是拍照留个念，你们俩继续啊。好嘞，老大。私聊你说怎么办？ 追尾了，点赞？不是，为什么是点赞呢？我出车祸了耶！骗子，关我什么事？ 你连赞你也不给，这么小气的吗？将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接个电话啊，你看看你多少钱啊？喂，宝宝，你睡了吗？啊，我正加班呢。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哦，我最后一学期可以回国读了，我们不用分居两地了。真的呀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到时候我去接你啊。嗯，好了没有？ 赶着去上班呢，哎，宝宝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老大催我了，我挂了啊。哎，你要是再这样子，上班的时间开小差，年终奖就别拿了。老大，我没开小差，我忙点话，他马上出国留学要回来了。你是刺激我是吗？不，我是想跟你说啊，我们俩也是青梅竹马，在一起好多年了，从来没吵过架，这里边是有诀窍的。 诀窍，哎，不是，我出车祸了，我发朋友圈，他给我点个赞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老大，我觉得吧，你需要一次真诚的道歉。道歉？